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在协会借缘书架上有书籍只限取一册之类的提示，请问这样如法吗？这个如法不如法是他们这个负责人员规定的，他规定的那就如法，他不规定的他就不如法。所以法没有定法啊，每一家的道场都有他们家的法啊。你说这个是这个香港这么多店铺，每一个店铺都有他店铺的法啊。所以如果你多要是可以的，你问他们，他们会给你。哎，那么在我想象当中呢，大概只限于一册的，可能为了防范呢，有人在这里多拿去卖钱啊，这个有可能啊，卖钱是好事情啊。那么也有可能呢，他拿去之后把它毁掉了啊，那不信佛教的，排斥佛教的，他会拿去把它毁掉啊。那拿一本毁掉最轻呢啊，要拿个几百本回去毁掉，这罪太重了啊。所以是啊，这个你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是你可以向他们负责人说清楚啊，我相信他会赠送给你的。